一样的足球，不一样的言论。那世界杯马上将会拉开帷幕，超级言论将会伴随您在这个夏天一块欣赏世界杯的精彩。在世界杯的整个观赛过程当中，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对于未来将要发生的比赛进行预测。那你将成为球王贝利那样的乌鸦嘴，还是能够像章鱼保罗一样的神准？所以在这里邀请各位晒出您的态度，晒出您的精彩预言，一块参与青岛啤酒欢聚这一杯我的足球预言秀。上传头像，选择您支持的球队和朋友或者我们所邀请的明星一道，完成一支专属于您的足球预言 MV， 看看你是乌鸦嘴还是预言帝。当然还要关注节目尾声我的预言。这一期的主题是关于世界杯的抽签，为什么世界杯抽签会变得这么混乱，会夹杂了这么多杂音，以至于让人怀疑有内幕和背后的推手呢？其实一切都是源于一个很小的一个技术性的原因，可能就是南美的一只蝴蝶轻轻颤动了一下翅膀，而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源自于哥伦比亚这么一支南美球队，它的 FIFA ranking， 它的国际足联排名在过去一年高速的攀升，以至于它占据了目前应该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国际足联的一个排位，应该是排在第四位。抽签的时候，根据2013年10月份的这个标准，由于哥伦比亚排名那么靠前，而其他几支欧洲传统强队，比如说法国、意大利、英格兰跟葡萄牙都没办法排入到种子队，还有荷兰种子队这个序列当中，以至于出现了欧洲的非种子球队达到9支，所以四档球队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平衡，必须要从多出来的这一档拿出一个球队放到少一个球队那个档中去，形成四档每档都是8支球队这么一个4个 port 的一个排位。那为了形成这种平衡，国际足联最终想出一个方法啊，找出一个 X port， 一个 X 瓶 X 罐，然后呢把多出那支球队先抽到这个罐子里面去达成平衡。而这一切把哪个球队抽出来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为什么呢？因为在9支非种子欧洲球队当中，法国排名最低，按照以往惯例那就应该把它排名最低的拿出来，但是在此前一切都遵循这个国际足联排位排名来进行排列的种子队与否的过程当中，国际足联最后时刻选择了随机抽取抽签这么一个形式，而放走了法国。这就是这届世界杯抽签最大的一个争议，以至于很多人都说国际足联的秘书长瓦尔克是法国人，副主席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是法国人，法国人在目前国际足联当中的声浪，他的势力可能要比德国人、瑞士人更大，以至于导致了各种有规则无执行，或者说可以任意打破以往规则惯例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在抽签之前，就有行家，特别是对于巴西足球、南美足球调查今年的这种行家指出，你所将参加比赛的这个赛程安排、比赛时间的安排，你会要去到哪些城市、经历过哪些旅行，这一系列的挑战可能会比你抽到的哪个对手会更重要。先说一说巴西现在的这种国家状况，它的领土面积有851万平方公里，这个领土面积可能跟中国差不多。我们看这张巴西地图，巴西因为它在南半球，所以它国土的南北气候斗争差别特别大。一般来说，如果足球比赛是在60%到70%的空气湿度当中，是能够帮助运动员顺利完成比赛，但是在亚马逊河流域，包括我们提到的那个雷西斐城市，它的湿度有时候会在6、7月份达到90%。有些球队不仅是抽到了死亡之组，而且它会抽到一个死亡的赛程跟赛地。这当中最痛苦的应该是两支欧洲的传统豪强德国以及意大利。意大利3场比赛都是在巴西的北部或者东北区域完成，德国同样如此。而另外一支球队呢，就是德国这一组的美国。美国我们看到它的旅行距离啊，如果3个城市一次性计算的话是5588公里，但实际上美国人自己统计起来，他们的旅行距离将会超过9000英里，也就是1.5万公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训练基地会放在某一个城市，而去到3个不同城市作赛的话，都有往返旅行的不断叠加。还有一个小笑话在这可以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过去几年有很多国际旅客在巴西旅行的时候会遭遇这么一种状况比如说他要到巴西去转机，去到里约，
然后呢，下一程是要飞往美国以或其他地方。但是在里约机场换机的时候，突然会接到一个通知说，你的下半程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下半程载运的那个航空公司已经破产了。在今天这期封面故事当中最后一段，我希望带大家回到63年前的那届世界杯，那也就是巴西上一次举办世界杯的场景。1950年的马拉卡纳球场，据说在1950年的7月16号这一天，有22万人涌入到了马拉卡纳球场，应该那个时候都是全站席了。在那场比赛呢，是巴西跟乌拉圭的比赛。那一届世界杯赛制还是采取单循环，所以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决赛。而在那一场比赛当中，巴西只要跟乌拉圭打平就能够夺冠啊。但是那场比赛非常痛苦的一幕发生了，就是巴西最终是1-2在马拉卡纳输给了乌拉圭，乌拉圭夺取了他们的世界杯。而这一天被定义为巴西的国难日。巴西是没有一个全民公认的严格意义上的国庆日的，但是恰恰有了1950年7月16号这一天，巴西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国难日。贝利后来回忆说，他们一家人都挤在一个狭小的厨房里头，用一个很破旧的收音机收听那场比赛的广播直播，因为只有在那个厨房里面才有这方面的比赛信号。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场共同的悲难，让大家认识到了彼此的存在感，认识到足球能够把所有的巴西人结合在一起。所以足球伟大的功效、伟大的作用在巴西这个民族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在63年之后，足球有没有可能让巴西再一次迎来一个全民团结、全民团聚的一个高峰时期呢？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少数派报告。首先我想咱们这个深度的探讨，我还想从陈征老师开始。而且您，我看您此前的一些判断的话，您觉得这一届世界杯巴西跟阿根廷有可能会会师决赛，那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呢？而且从抽签情况来看，抽签情况啊，这两个队，阿根廷跟巴西队，只要两个队在小组赛当中都以第一名的身份出现，或者都以第二名的身份出现，那么他们中间就不会碰面。OK， 他们唯一碰面的可能就是在决赛。因为这巴西东道主、阿根廷，包括乌拉圭、智利、哥伦比亚，甚至厄瓜多尔，他们都属于这个近邻。对于，而且有很多球员也就是在巴西踢球的。巴西联赛最近几年也很发达，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们有主场或者半主场之力呢？有，肯定有这一点。但是呢，抽签啊，对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影响。比如说阿根廷，他抽签就非常好，因为他的大本营在这个贝洛奥里藏特，这个城市，大本营早已定好了。然后他的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第一场是在里约，第二场是在贝洛，就在这个贝洛奥里藏特，第三场在南部的一个城市叫波多雷，就是阿莱格里港。阿莱格里港，对，阿莱格里港离这个阿根廷很近了。那个最低的温度，冬天几乎到0度，也就是说中部的两个城市加上南边这个，就对阿根廷特别合适。这肯定是有些地利的因素了，是吧？对。另外，那个南边城市有很多阿根廷球迷去啊，但是有些国家也不行。你比如说这乌拉圭也得。乌拉圭赛程比较长，而且巴西我感觉他们作为东道主，他旅行距离也比较长。是，但是我刚才想说，正好想转到另外一个话题，气候。阿根廷这个从中部到南部，这气候对它非常合适，啊，它阿根廷不喜欢太热，对，受不了那个湿热气候。你看那个乌拉圭让整了，所以乌拉圭的媒体的反应被整了，还记得巴西人还记得1950年那个啊，被他们整了一下这个。上届美洲杯他们也被整了。啊，是啊，结果他这个几个比赛几个城市全在北部这个炎热地方。所以这种气候湿热的影响啊，对于乌拉圭、对于意大利、德国影响都挺深的，对英格兰同样也是影响很大。其实那德国、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呢，身经百战，而且之前呢就说比如说70年那一次，德国和这个意大利呢是已经差不多是就是已经打到半决赛，他们是对这个东西是很有了解的。而且这就说在墨西哥那是因为有高原的问题了。那现在是要有雨林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凡是在世界杯上面混的时间长的这些球队呢都还能够对付，
但英国人呢是出了名字是一出门就经常要抱怨，就说啊这个气候这里不好，那里条件不如英国好，总而言之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觉得在家里才如意。对，我们这届对于世界杯的前瞻里面已经不再把英格兰当作一个强队来看待了，是，但是呢这个队呢他在打得好和打得不好呢会对别的强队有影响，是吧？而且他分在一个所谓的这个死亡之组里头呢，他可能啊出不去，但是呢他有可能因为他每次都是分在强的小组里面他就发挥特别好，说不定。实际上这个咱们说的一些因素，包括气候因素，包括时间因素，等等，但是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球队的实力啊。所以我认为啊，意大利跟乌拉圭队能够小组出线。嗯哼，再说说另外一个组，就是 B 组，西班牙跟荷兰在这个组，而身后有一个智利啊，是非常让人欣赏的一个攻击型的一个南美的球队。对，这个组林老师怎么看？西班牙跟荷兰会不会有一支上赛季上一届杯赛的决赛球队就牺牲在小组赛了？我真是替荷兰担心的，因为荷兰的这个就说进攻这一块啊，你需要担心的倒不是太多，还有那么几个尖子球员可以能够撑撑门面，但是呢，范加尔上任以后呢，提拔了很多新秀，那么这些新秀给人的感觉呢，都有我自己的这个感受是有点揠苗助长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提拔得太快，他们的这些人的这个天分或者是这个经历大赛的熏陶的这个其实并不够。那么在一次就是跨洋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比赛的话呢，他们的防守要一起范加尔的打法是比较拼命的，所以我觉得呢，他要一个不小心真的还很容易就被智利顶掉他另外一个出线名额。所以这也是真的是值得大家提注一下，在明年世界杯上面会有一支球队打三后卫的，现在打三后卫已经是在世界大赛当中非常难得一见的这样阵型了。意大利偶尔打一打给人感觉心意十足，但是意大利当时呢是确实因为缺员啊，原因所致用三后卫，而智利真的是能够将三后卫这样在中前场囤积兵力，把这种进攻的血性坚持到底的，所以 B 组有可能会出大乱啊。咱们其实前面这段对话呢几乎是把欧洲列强传统的列强都扫描到，现在你看不出有哪支欧洲球队能够说得上是真正的大热门。你说欧洲球队啊，我现在基本上很多人都是一样的看法，我也认为这个德国因为德国队不论是你在什么时候啊，他都会除了实力特别差的时候，他都一般能挺到至少能挺到半决赛啊。这个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用很短时间举一个简单例子。在2007年是世界杯女足赛，在上海虹桥体育场，那时候在记者席嘛看，这赛前要几分钟的有一段时间的训练，赛前训练。这边你看德国队啊，在看台上看得很清楚，哎，这边德国队站两排，然后前后也对好位，在那做运动啊，就是做那个热身运动，这跟做体操一样，你往这边，我也往这边，你什么动作一样。你再看那巴西那边，没人站在那块，都成照相去了。这就是这完全的不同啊！这么大赛之前，那边三俩一会儿照相去，那些姑娘，哎，就这完全。后来我跟那个《人民日报》那个王大钊我们坐了一看，我说你看看这个，他说是，这后来最后果然，最后还是德国队赢了嘛。如果以球星数量和现在在国际上的个体身量论的话，阿根廷肯定是最多的，尤其他的前场。阿根廷这个前场现在连特维斯都进不了队了。那阿根廷的问题存在哪儿呢？防守以及跟赛程对他有非常有利。阿根廷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比巴西更大的热门？上届巴西总统卢拉访问阿根廷，第一次访问阿根廷，见着阿根廷总统握手寒暄的第一句话就是咱们两国除了足球一直很好。这个足球没法说，你到巴西去，你我到圣保罗最冷的时候是白天啊，最冷的时候一般的话都十几度二十来度，这冬天啊最冷的时候是五六度，我那天去的时候正好白天去下午去看球，也是可能就是六度。然后那巴西那朋友就说这两天啊也来股寒流从阿根廷来的。哎，就是这样。后来我说我也下半天然后问他你这是真的假的，他说反正是这儿有点什么坏事全是阿根廷的。
这就两国就是这样，在足球文化上就是这样。这样的状况跟这个西班牙跟意大利的关系有些相似。林老师，您看看，就是说欧洲球队，前面我们已经可以先排除掉一些这些来打酱油、来旅游的了。那么还有一些呢，确实是整体存在缺陷的，先天缺陷。荷兰、英格兰可能都是如此。那剩下这支球队当中，有没有可能因为彼此之间先要清闸一番啊，抵消一番之后，反而给南美双雄留下机会的？有，就是说意大利现在给我的感觉和西班牙，因为意大利呢也在学西班牙，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球队被西班牙的这个打法，这个被他熏陶，那么等于是觉得这个是现在最时髦的打法，那很多很多人都在学，包括意大利。意大利本来其实是最这个民族是最不应该做这种事情的，对吧？因为这个民族他觉得就是只要是能赢，你什么动作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但是呢，他突然普兰德利觉得哈，我们要正正经经、堂堂正正的做人，就让意大利人很不解。就是你本来可以偷偷的拿一样东西走，什么代价都不要付出，你为什么突然一下子是吧，要把自己是绑一身的这个荆棘去做这个事情？所以现在意大利，就是说，我觉得他分到这个死亡小组里，他很多不爽的原因，除了就是觉得这个气候条件各方面不好以外。他还有一个，很多意大利人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被普兰德利说服。就普兰德利这种战法，他要求要控球，要求要更加积极的进攻，未必完全符合意大利的。你看之前有一次改革是萨基带的，对，萨基那个时候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足球是荷兰和英格兰的结合，对，所以呢，他的那个比赛的就是充满了刚性，充满了力量，压迫性的打法啊。然后呢，意大利人。就是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东西，就是等他一倒霉就开始骂他，就说是他把意大利足球给毁了。现在普兰德利呢也是做这件事情，那等到普兰德利现在，因为他是欧洲杯拿了亚军，他如果接下来的成绩不好，一样的这个下场。哎，所以前面听到两位这么多深度的分析，以至于我对世界杯的整体观感混乱无比啊。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座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跟两位老师交流的？三位老师好，我是一个切尔西球迷，所以我想问一下关于比利时的问题，就是现在比利时有一个新的黄金一代，包括库尔图瓦、阿扎尔、卢卡库和本特克这等等一系列，所以我想问一下林老师吧，就是您觉得比利时在这一届世界杯里面能走多远？真是，咱们还没提到比利时，也没有真正去分析一下黑马，林老师趁这个机会跟我们解读一下。比利时呢，其实就是在分组占的便宜是最大的，因为按照赛前的这个分析，比如说赛程，就是你飞行的距离以及你的落脚点，其实呢，它的这个最后 H 组的这个是。优势啊，就便宜是占那个组每个队都觉得自己能出现啊。然后呢，这个比利时现在这个队呢，他现在有可以说是在欧洲来讲是人才来讲是最集中的一代，这是一个我记得这是曾经给本报写过专栏的这个意大利人这个马尔科蒂说，他说好多时候我们不要去分析为什么这个国家突然一下子就牛起来了，就是有一代英雄的妈妈。是吧，突然一下子就生了这么多英雄的 baby 出来，然后就他们就强大了。所以后来就说，他说其实搞什么青训呢，是吧，只要对妈妈好就行了。所以现在想起来就是说，比利时有这么多牛人突然一下子聚集起来，那确实是有很有这个黑马的特色。然后小组分这个签位也比较不错，但问题就在于，就现在大家都认为他不是黑马，他变成种子了。没错，所以这个他对他来讲，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打过大赛了，所以现在一下子作为一个这么大热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刚刚又回好像又回到学校去读书这么一个感觉不一定好。一定意义上这可能也是国际足球它开放程度这个透明度越来越高带来的一些可能是一些弊病啊。对，就有人觉得世界杯贬值就在于你没有新鲜感，但是没有新鲜感不是世界杯的问题，而是整个国际足球发展没错所连带出来的问题。就说给你说一个有趣的，比如说马上要打世俱杯了，那世俱杯现在有个卡萨布兰卡，还有个奥克兰，然后我们的同事呢，这个徐旭伟老师呢，他就花了一段时间跑了很多资料，马上就成为了这两个队的专家。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秘密可以？就所以说信息其实都已经是在公共平台上都能找得到的，对，只是你花点功夫去整理一下，你自然就能获取了。所以这个足球世界已经没有太多的秘密了。梅西应该说过去两年在国家队当中当上队长之后，整体的这个
作用应该是更明显突出了，出现也很顺畅，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在大赛方面证明一下自己？就上次世界杯只打一个进球，现在能不能一个月而成为最耀眼的球星啊？这个我觉得要就是这个梅西啊，他在阿根廷队适应了很长时间，好几年才找到感觉。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找到的？这是从2011年10月份才找到。嗯哼，哎，从那以后才慢慢顺的。而且这个东西啊，阿根廷说的很好，是在现任教练萨维里亚上任之后，哎，说只有萨维里亚知道梅西的密码。可以感觉得到他现在这个伤啊，就说来得很是时候。当然这个受伤肯定是跟他之前很多的社会应酬有关系。 对但是呢他现在倒下来是吧，只要他接下来不再作的话，对，没事了，而且也没有影响到俱乐部的成绩啊，大体上就是说他有一个相对充裕的一个缓冲期。不过有趣的一样东西提一下啊，就是说现在他不打比赛或者是说他停一段时间，那现在撑巴萨门面的是这个内马尔，你觉得呢？他是一个 post boy， 他是巴西的一个门面，但他并不是巴西的领袖，对不对？我觉得斯科拉里其实很困难现在啊，当然这人也很有本事的，除了他恐怕我也看不好巴西任何一个教练啊。这个斯科拉里很有本事，我相信他能够把这个队伍调整好。这次前不久这次联合会杯就打得非常好啊。好在是巴西队现在从90年代就开始，巴西已经不是完全原来那套打法了，已经是欧式打法了。对，没错，是吧？这欧式打法呢，对于那个球星的要求，咱不能说不高，但似乎更没那么强，对战略战这个战术啊的依赖更多一些。对，是这样啊。另外现在欧洲跟南美这个战术啊都融合了，不像很早以前，南美有巴西有很突出特点，阿根廷有很大的特点，现在世界都已经融为一体了啊。所以这也让智利显得多么的可贵，如果在孤独当中坚守。对，所以巴西这个这情况现在我觉得最大的，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巴西要夺冠最大的希望，我不是看中了某个球星，我是看中了斯科拉里。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关于巴西阿根廷的，其实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就巴西阿根廷这样两个近邻，语言不完全一样，人种这个应该说它的这个移民的来源也不完全一样，林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两个国家它有这么强敌对的情绪啊，跟它的文化根源是不是，或者说人的性格是不是有一定关系的？先说巴西人很欢乐，他的不管他喜欢的色彩也好，你到街上随便碰见小伙子姑娘也好，他都会跟你打招呼，是不是说他们都会是很笑的。阿根廷正相反，阿根廷是一种抑郁的性格，很严肃，街上你看的人西装革履都很严肃，不苟言笑啊。这个在球场上他的特点就是冲劲很足，所以他这个汤哥你看都是严肃的绷脸儿，是吧，都是这样，没办法。他的性格也是这样。你看这个所以呢马多纳也好，昨天他提到一个格瓦拉都是一种这种起义者的那种姿态，球场上也有这个劲头。当然了，这个抑郁的性格啊，也造就他这个民族的这个悲剧性格，这都是连贯的啊，音乐啊，足球啊，什么的，都是连贯的。对，而巴西的弗拉门戈，你感觉包括他的狂欢节啊？但是巴西这个性格呀也很怪，巴西的性格，你到葡萄牙去看看，葡萄牙人是在欧洲可能最阴郁的人。啊？葡萄牙人干什么呀？跑跑长跑，像 C 罗这样的也挺有点怪，是吧？这是葡萄牙的性格。因为它这个怎么形成的？因为葡萄牙它在西欧这个范围，它是最穷的一个国家，很小的一个国家，心里有些压抑。但是到巴西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跟很多人都探讨过，就当地人啊，我说这巴西的性格哪来的？他说巴西的性格从非洲来的，哦，是非洲这些黑人带来的。
不愁吃不愁穿是吧？哎，他根本不愁，今天有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他根本不想明天怎么办。我觉得斯科拉里是一个很另，确实是另类的一个巴西人。啊，他的阿根廷对手呢？阿根廷对手啊，他阿根廷这位主教练，我觉得他这两年带队，阿根廷的教练啊，阿根廷的教练是这样，阿根廷的教练是换了好几个，换的都没换好，越来越换，换从那个马拉多纳，就是马拉多纳吧，就是不往前说了，马拉多纳是弄这个样子是吧？那这个样子，这个老跟足协主席这犯份儿，北京人讲话啊，老跟你这梗脖子，这受不了。然后呢，又换了个巴蒂斯塔，巴塞人上申花的这教练，巴蒂斯塔是很听话的一个人，非常听话。你马拉多纳不听他的话，不听他的话，他我给你换一个听话的，他就会换你听话的。这听话的太听话了，什么都不会，这么一个人啊，这没什么本事。OK。啊，现在呢又换了一个，最后换了一个，也没办法了。这个现在就因为他是阿根廷的教练，都那个足协主席格伦多纳，人家这个他来决定，一手决定。他的好教练不用，不是阿根廷没有好教练，像博卡那个比安奇什么的都非常有名的教练啊，不用。最后选了这么一个，这个教练本来是大家都看不上的教练，就拿过一个冠军。带着贝隆那个球队大学生队拿了一个冠军啊，就这么一次就给他正好也是正好失了，正好赶上了吧，这个步点踩得好、啊、步点踩得好，让他来干吧。哎，一干结果这人还心里人很老实很实在，但是很认真。多年以前，那么多年，到五十五岁之前，他在五十五岁之前没当过主教练啊，一直是帕特雷拉的助手啊。结果最后因为这五十五岁之后，哎，这个打了一次冠军，正好赶上这点了，他来上来，谁都没看好他。结果哎，你看蔫不唧唧的，他他知道梅西的密码，就梅西觉得他在他之下，哎，希望他真能在世界杯上继续解码梅西。对，所以这是属于南美的世界杯，也让我们期待南美世界杯上南美人以及欧洲人能够在彼此的竞争当中，给我们提供一届比以往更加精彩的世界杯。感谢青岛啤酒的大力支持。想制作你的足球预言秀，参与青岛啤酒欢聚这一杯，我的足球预言秀，上传头像，选择支持的球队，完成你的足球预言 MV， 是乌鸦嘴还是预言地，就等待您的预言。2014来巴西争夺金杯，你要为谁疯狂的为谁干杯，你问我支持哪支球队，当然是巴西，绝对出类拔萃。巴西就在你的地盘，五颗真心闪耀的桑巴军团，谁的面子都别给看，谁敢叫板，一人一脚踢得他苟延残喘。看进攻犀利盘带传射所向披靡，他配合默契两翼齐飞无人能敌，攻守皆备看铁卫让对手喊疼，塞让他碰到上演冠军还赢3-0，你球员全都傻了，教练只能哭呢，这红绿色的屠夫依然